糖有蚂蚁怎么驱赶？一、温度法，白糖融化的温度是在150至190摄氏度，可以将糖放在瓶子里，然后放进沸水中煮一段时间。同时，蚂蚁会因为高温而逃出，可以用冰冻过的毛巾裹在糖瓶底部，温度降低也会使蚂蚁出逃。二、气味法，蚂蚁对一些气味比较反感，比如说韭菜、大蒜、香菜等，将这些东西切开放在糖瓶里也是可以的。三、药物法，除虫剂、樟脑球粉。其实蚂蚁的生命力很顽强，而且是适应能力很强，想根除就应该找到蚂蚁是从哪里进入房间的，用蜡烛封住洞口，甚至可以将蚁窝挖出来，不过工程比较大。